来自于我们都说是长三角地方的德比了。这两个队员在昨天预赛包括今天的比赛基本都是第一投全进，对，所以今天要对上冯鑫在昨天的预赛好像也是第一投全进的。好了，决赛开始，两边一上来的绕桩都很快，第一下传球没问题，上篮上篮都进，与时间赛跑，好，这个有压力。第二球，哦，吴永胜，应该是吴永胜进的，吴永胜已经进了，而且吴永胜的这个球最后的弹道应该是把冯鑫的那球给弹开了。对，那刘指导就厉害了呀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应该说吴永胜他也是整的来说他那个战术运用的非常恰当，因为他在上篮在运球完传完球以后上篮之后，他的速度不像之前是他是领先对手的，他是在那个半后他是觉得他是落后冯鑫半步，所以说他第一个球其实是干扰冯鑫，然后最后几个就通过自己的命中率然后把最后的胜利拿到了手上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最后一投你会觉得他吗，他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弧度啊稍微是平了一些，就是他的球速会更快，就是等于说我要抢在你之前这个球我要能够投进去，而且他投了几个球以后这个手感就特别